各位朋友好，今天我就用这个 Hilo 来测量血压，那么同时我就用 Omron 的血压测量仪，先测量我的血压是多少，再和这个 Hilo 所测量出来的比较一下。那么好的，现在血压测量仪，Omron 血压测量仪测量出来是121:77，那么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Hilo 的 blood pressure，就是我们血压测量出来是多少。啊，看到吗？上面是121，下面是80，也是说相差在4%之内，所以整个 Hilo 的整个测量水平呢是非常非常精确准确的。那么各位朋友如果有兴趣要知道如何购买的话呢，订购的话呢，可以到你现在所看到以下的网站去订购，或者去了解更多的详情。谢谢各位。